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樹葉 Alif， 咁我就係一個業餘嘅漫畫家啦，亦都係一個 freelance makeup artist 嚟嘅。我就喺呢一年2015年春天正式實行咗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咁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化妝啊、護膚嘅心得啦。咁其實今次咧，我就想借助 Beauty Bond Asia 呢個活動咧，就同更多亞洲區嘅朋友分享我同埋你都好中意嘅化妝扮靚興趣啦，亦都想鼓勵一啲其實冇乜自信嘅朋友。其實呢個世界上 nobody perfect 嘅，唔好因為自己生得醜樣就收埋自己，不論高矮肥瘦、男女老少，打扮下自己，增添少少自信心，做嘢都開心啲啦。我成日都爆暗瘡，由生到痘真係好陰功、好淒涼嘅。不過唔使驚，今日咧我就教大家一個方法，可以天然咁樣去暗瘡，同埋去舒緩我哋嘅紅腫啊、痘印添喎。對付暗瘡、痘印、敏感、曬傷、缺水、皺紋嘅法寶就係呢樣啦，佢就係蘆薈啦。新鮮蘆薈絕對天然，敏感含氧嘅皮膚都可以放心使用。芦荟里面就含有氨基酸，仲有复合多糖物质构成的天然保湿元素。保湿之余，它还抗炎抗肿，有效减轻我们痘痘肌肤或者敏感肌肤的红肿痛楚，还可以美白去斑，抑制黑色素的形成。希望今次的分享可以帮到同样都是成日生痘痘的你。其实生暗疮都不是很多人惊，只要配合适当的护理，用适当的产品，你都可以容易成为一个 EC、BC、Beautiful、Cover Girl 的。